有很多事情都不輪到自己去選擇或者去做決定的，有時都講命運啦、際遇同埋講埋自己的天分仲有努力。咁好多事咧，可能相信一開頭自己會做到，或者可能追求到自己想追求嘅嘢，但係經過幾次失敗，都難免會有氣餒嘅時候。咁最緊要身邊有人同你講冇所謂啊，冇事嘅，加油啊！咁可能你就會有繼續追落去嘅動力㗎啦。這個世界其實每一秒都在轉緊，一秒亦都可以發生很多事情，所以如果你有時候覺得自己停滯不前的時候，其實唯一停滯住自己就是你自己的心態和諗法。你可以決定停住自己對腳，留在一個自怨自艾的心態入面，或者可以想開一點，決定改變自己，拎翻起你對腳繼續向前行。真心話大冒險咧，第一次玩就真係覺得好刺激嘅。咁但係人越大咧，就覺得越嚟越難挑戰㗎啦。因為你會多咗啲經歷啦，又會多咗啲秘密，未必想同人哋分享嘅。咁玩大冒險又驚玩唔起喎，但係有冇諗過其實喺感情入面都會有同樣嘅問題咧？咁有時你都會質疑對方仲愛唔愛自己啦。但係就算你幾想知道都好，你都唔會夠膽真係問佢對你嘅諗法或者睇法，亦都唔會夠膽去測試對方嘅愛啊。因為隨時咧個結果真係可以是 all in or nothing。世界有咁多人，同一件事有几百万种睇法，咁你又听得几多，然后又改得几多咧？咁改改下，仲越嚟越唔似自己嘅时候，连你都唔中意自己，人哋又点样中意你呢？唔系叫你唔好听啲意见，但系你要识得将呢啲意见过滤，然后将一啲有用嘅摆喺自己身上。再唔系咧，就谂定套逃生方法。如果真系太烦扰嘅话，就闪先咯。細個對於 toxic relationship 未係太了解咧，到大個先知原來係一件幾咁恐怖嘅一回事啊！因為對於心理唔夠強大嘅人，遇上另一半佢就會話：我做呢件事係為咗你好㗎。咁其實都冇諗過自己嘅感受。咁當然啦，有啲人就會聽到之後就覺得啊，我先知係錯過一個，咁就會受到影響㗎啦。咁如果個個都可以好似 AK 咁樣，早啲諗清楚就好了。